대연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晕。咱们先走一走啊，别着急，撕个药。梦幻开局一杠二，谁的人头？我看看。买个针眼，出门了。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一换一，二换三，还行吧。只是死哥比较难受而已了，死哥。这落手连个助攻都没有，他说他咋玩儿的？他都没有药了，他连助攻都没有，没有药，没助攻。锤锤晕锤锤锤锤锤锤闪锤，我操，这也行，妈呀，八滴血。小狗屎运呐，的确是很难受。的确是让人相当难受啊。亮牌儿。喜欢亮牌儿哈，行。这怎么抠啊？别闹啦！你为啥不回家呀？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을당했습니다你为啥不回家？你是觉得塔下我能不杀你是吧？等个三百，你困了吗？没困。那我怎么感觉你没什么精神呀？那我还得怎么有精神啊？他还出八七五，他还不出药，哎，这人怎么想的？就是总是不出药是什么意思呢？来，锤重锤，T
跳上来晕，锤，锤，锤，重锤，致命点燃。你说话都跟不上你的手速了。没有啊。打起精神来了，你哈。我也没困呢，关键。但是我觉得你整个声音都就有点萎靡不振。行，那我大点声。大点声，精神一点。清醒清醒啊，你哈！拉我，快点的，回家。妈了个巴子的！别走啊，你等着。875。Double kill。来个875，谢谢虾兵英雄的办卡，开干，开打开打，222，落手两个人头，敢不出药，你等着，别走啊！交给黑塞之名的。你给我出来！我锤！锤！等着他，我们啊，这边搁这等着他。小兔崽子！有项目是你假靠我吗？犯病了。上来呀，亮牌，跑，跑个屁！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阿古尼太该死你了！扎克搁下路没？扎克没搁下路，插个眼儿吧。抠人都抠不着，还玩呢？我重锤跳走。平 A 开道，锤，锤，重锤，锤，他正好升六了。可恶的扎克！其实我觉得我这波应该双杀，我闪现躲他个技能好了，我闪现躲他个晕，这波应该能打。我没想到扎克能开大，你知道吧？这感慨人还开大。能双杀？你不信呢？谢谢，别看我是机器人的飞镖。谢谢，想看大毛黑色贴贴的办卡。谢飞机呀！啊，谢谢机器人的飞机。还有办卡。这办卡。不是一个人。谢谢大毛，谢谢日狗少年。史大彪。史大彪。不穿个鞋吗？这不有了吗？鞋。六级，哎呦我的妈呀！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太猥琐了，打呀！他出小反甲，哎呦我的妈呀！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出来打架！出来打，锤锤，重锤接重锤，我被拉了，我咋锤呀？不用太激动，咱这是犯病了。
塞住你了。七级应该能卡他一波，但是我怕对面来人赶克，所以这一波我决定稳重一点。再见，别没完没了的啊！呀！吓死我了，给我吓坏了。저기유체날뛰고있습니다저기탑살就真敢拉呗，就这么敢拉啊，亮牌啊，我不听了，你们点赞，给你点个赞，亮啊！你的牌呢？那得支棱起来呀！这也太能送了，我靠！十一个头了。不能再拆了，扎克上来了。他怎么的？送完就掉线？我的妈呀！No die 呀 ，No die，No die，I'm carry 呀，哎，王秃的那个 carry。哇哦，小蜜蜂。小蜜蜂吃花蜜，这波杀个小洛色。哎呦我、啊！哎呦我的妈呀！满血疾跑。你不要以为你们家好像是中路杀不少人，下路杀不少人，你就能赢啊？你一定能赢，这把确实不太好打。俺们家中路掉线了，而且起来的是大嘴儿啊，这叫大嘴儿。这个蛤蟆还好啊，还好还好，我跳的眼儿啊，怎么？哎呀，我的天哪，十面埋伏啊！投个屁投！三下，我压上路三级，你跟我说投降啊？你跟我说投降，投个屁！这边过来杀个小蜜蜂，而且莫甘娜不是我们家的吗？对面不是泰坦吗？那还好，要是对面莫甘娜，咱还是算了吧啊。先去打个红的，
No GG， 艾凯瑞。回家出来无敌 ，Go！ 等会儿钱啊！谢谢，感谢豆豆开通的幻神的办卡。这把不能水银孩了，护甲孩。莫敢拉，别上啊！莫敢拉，给你欧欧欧了，给你。重锤，跳上来锤，重锤！哎呦我，玩韩卓刀勒死。怎么不信我呢？这死哥呀，三打五我都能给你赢了，这把我就是无敌。来，这够，跟我来，来来过来，这随便打打他们。大嘴好使吗？那来个人是不是扎克死？怎么不信你了？那啥不是老挂机，怎么啊挂机了？怎么跟他勾留一下，让他有点斗志呢？黑肉怎么说？黑肉。God。我是 God， 怎么说？无所谓了，哪里的神都可以啊，爱打神打神吧。我只是想告诉他我比较牛批。等一会儿我先去杀个大嘴来。哇哦，I am God。 Go play。 这不杀了吗？ Go play。 懂他算了，不懂他了，爱玩不玩吧，慢慢打。关键的大嘴有真实伤害，你知道吗？死了以后也有真实伤害，挺烦人的。真是没斗志啊！高地都没掉呢，怕什么玩意儿了呢？无论这，而且还是风龙龙魂对面。来莫干了，没事，不行我们就三打五。别出去啊！别出去，别出去！哎呀，这怎么没早点给我技能啊？先回家来，把蟹手除了，蟹手没有可不行啊。没事，大嘴烫死了。来，跟我小龙。
这潘神怎么又成这个样子？什么装备啊？我的妈呀，敲不动啊！我潘神好肉啊！现在潘神死亡之舞不点还，哎呀，差点 AP 伤害呀，就差点 AP 伤害呀。对，要先杀潘森与大嘴儿，敲不动，而且潘森有点克我们，潘森那个 W 技能太克我的意了。No。No 投，不投，就不投。我说实话，没劲，你知道吧？玩的，你说你。挂机你也是玩，不挂机你也是玩，你说你挂不挂机又能有什么意义？对不对？这扎克的控制挺烦的，给了吧。这波就给了，不要了。来，这莫甘娜怎么跑那边去了？没有莫甘娜很难守啊。我的天！往我身上挂呀，这技能啊！你这恶心不？你这恶不恶心？就所有技能往我身上甩，我出去一波干我一波，我出去一波干我一波，我赢了。老公，虽然你输了，但是你这种不放弃的精神非常的打动我。不是，确实可以赢，你知道吧？哎，你最后一波抽奖抽完了吗？没有。